7月11日晚，曾经爆料汪小菲的台湾狗仔葛思琪又爆出圈内大瓜，直言手上有周杰伦的料。曾被疯传的与空姐私生子的瓜又被翻出，女方竟还和潘玮柏老婆出自同一个天王培训班。出道21年，周杰伦虽有不少绯闻，却鲜少传出在感情上乱玩的消息，更是在婚后极度宠爱老婆昆凌，成为出名的宠妻狂魔。 但在罗志祥、王力宏纷纷翻车了娱乐圈中，周杰伦是真的纯白无瑕，还是另有隐情呢？他和空姐的绯闻八卦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娱乐矿工，挖你不知道的料。本期我们走进流行歌王周杰伦的感情世界。1979年1月，周杰伦出生在台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很早便离异，他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 周杰伦自幼学钢琴，大部分时间引以为乐，以为其他小朋友和自己一样。幼儿园暗恋女同学，当众秀琴技，但不久后女同学就转学了，这算他夭折的第一份爱情。周杰伦非常不爱学习，上课习惯性走神，经常翘课打篮球，英语最差，连考2次，总分不到100，自称学习不差，只是不是很好。幸好淡水中学新开第1届音乐班，父亲周耀忠带他报名考入，主修钢琴，副修大提琴。 通常骑机车从台北去淡水上学。高考时，周杰伦将目标放在了台北大学音乐系，但连续考了2次都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之下，他便去了一家餐馆打工。但是母亲叶惠美却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她相信儿子的音乐才华，也坚信他一定会有所作为。1997年9月，周杰伦在母亲的支持下，参加了台北星光电视台《超级新人王》，并在节目上演唱了自创的《梦有翅膀》。 吴宗宪听完周杰伦的歌之后，对他颇为欣赏，随即将他带到自己的公司做了音乐助理。那时，吴宗宪公司签了一个职高学历但很会写词的家伙，叫方文山。周杰伦入职的第一天就和方文山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看对方不爽，连招呼都没有打。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将会联手掀起华语乐坛的超级龙卷风。在挨过了难熬的不被赏识期后， 周杰伦用双节棍撬开了唱歌的大门。2000年又得到杨俊荣赏识，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借》。作为新人，公司本以为能收回成本就不错了，不料这张专辑却像一场迅猛无比的龙卷风，迅速席卷台湾唱片市场。21岁的周杰伦一炮而红。2001年，21岁的蔡依林在选秀比赛中获得冠军后，以半年1张专辑的速度快速走红。 模样清纯可爱的他，被称为台湾乐坛的少男杀手。22岁的周杰伦在参加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时，遇到了同为嘉宾的蔡依林。吴宗宪作为周杰伦老板，自然不肯放过给他制造话题的机会。于是吴宗宪撮合周杰伦与蔡依林饰演情侣，在镜头面前上演吻戏。果然，这段少男少女的大胆表现，成功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1个月后，周杰伦出现在蔡依林的演唱会上，两人甜蜜合作《你还爱我吗》。 蔡依林也表示很欣赏周杰伦的才华，主动向他要歌。两人的这一系列频繁互动，让绯闻不胫而走。但两人一个是少男杀手，一个是新晋小天王，对于绯闻只回应说是欣赏对方，不直接表态。与此同时，两人又毫不避嫌的互动，制造话题，时不时给大众发点糖，撒点狗粮的同时，两人的人气、视野也直线上升。同年9月，周杰伦第2张专辑《范特西》问世，万众瞩目，再次席卷整个华语乐坛。 曾惨遭张惠妹退稿的双截棍，更是火遍整个亚洲，各种大奖一一如影随形，纷至沓来。属于周杰伦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就在周杰伦如日中天、扶摇直上时，绯闻女友蔡依林却因跟公司的合约纠纷，事业跌到谷底。周杰伦怜香惜玉，不但给予身心慰藉，还发短信书面慰问。没过多久，就有媒体拍到周杰伦、蔡依林在日本密会，同住一间酒店，疑似互相切磋咏鹅，两人恋情正式浮出水面。但针对这一新闻， 那时正当红的二人为事业考虑，只说是偶遇，两人的世界就此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随后，蔡依林在绯闻男友周杰伦的牵线下，成功签约新公司，周杰伦自己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跟伯乐恩师吴宗宪分道扬镳。2002年，40岁的吴宗宪在公开场合表示，周杰伦2张专辑都卖得非常火爆，自己并没有给足他应有的酬劳，为此感到对周杰伦有所亏欠。但一转头，他就因投资失败，遭遇经济危机。 将阿尔法转卖，而周杰伦作为阿尔法最值钱的产品，也被吴宗宪一起打包卖出。这让曾放弃高价挖他的公司，怀着感恩之心追随吴宗宪的周杰伦很是受挫。他在参加活动时也承认，自从阿尔法被收购后，自己与吴宗宪联系甚少，还说除了师徒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但还是感谢吴宗宪的提携，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自己不会忘本。2003年，23岁的蔡依林加盟新东家后，推出由周杰伦创作3首歌的专辑《看我72变》，好评如潮。蔡依林也凭借这张专辑成功转型，东山再起。同年，24岁的周杰伦发行新专辑《叶惠美》，主打歌《以父之名》在全亚洲有8亿人同时收听。之后，每年的7月16日被粉丝称为周杰伦日。2004年，蔡依林推出第6张专辑《城堡》。之后不久，周杰伦破天荒的主动向公司要求上综艺节目，2个月内上了4次，每次节目都是同一个主持人侯佩岑，两人眉来眼去，暧昧不已，绯闻传得比节目都火爆，当事人却不承认。同年11月，24岁的蔡依林举办演唱会，周杰伦再次作为嘉宾与蔡依林双接合体，天王天后上演劲歌热舞，燃爆全场。就在大众以为这对金童玉女要公开恋情时，传出来的却是周杰伦与另一美女同游日本的劲爆消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和吴佩珊、温楠、江雨晨也先后传过绯闻的周杰伦，在2005年2月又添了一段新感情。26岁的周杰伦与认识不到半年的侯佩岑同游日本的照片曝光，随后周杰伦为保护侯佩岑不受媒体叨扰，主动召开记者会承认恋情。一时间，众多网友为蔡依林打抱不平，周杰伦也被冠上劈腿男的称号。但他回应说，与蔡依林一直以来都只是好朋友，过去甜蜜在倒带，只是感觉已经不在的蔡依林，在媒体追问下，也表示自己不是受害者，并用曾经很陌生、曾经很要好来形容他与周杰伦的关系。而在私下，蔡依林却和经纪公司达成了不收周杰伦新歌、不上侯佩岑节目、不与周杰伦同台的3不原则，和周杰伦彻底划清界限。关键时刻，周杰伦恩师吴宗宪却对媒体爆料说，当初确实是自己一手炮制了双煎恋，但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周杰伦受益。本来已成过去时的双煎恋被吴宗宪这么一爆料，等于间接坐实了周杰伦始乱终弃。于是周杰伦和吴宗宪的师徒关系每况愈下，而周杰伦还因为在与侯佩岑约会时不满媒体跟拍，对记者竖中指，且动手推记者威胁你再拍我揍你哦，被1周刊批为劣质偶像。2006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周侯恋，在各界过度关注下，最终当事人还是放开了彼此的手，结束了两人近1年半的恋情。你走之后，久暖回忆思念瘦的周杰伦，因不舍与侯佩岑的恋情，为他写下了“你莫被为我掉过几次泪，多憔悴，而我心碎，你受罪，你的美我不配”。可以看出，周杰伦在与侯佩岑交往期间可谓用心良苦，即使在分手后，依然对这段感情不能释怀，只能写歌《我不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2010年，已经5年没有互动的双肩突然在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合体，两人贴面热舞，全场沸腾，勾起刻过2人 CP 的歌迷的整个青春。2人的世纪同框，也给这段我已分不清你是有心还是错过了爱情的关系彻底画上了句号。之后一转眼，周杰伦又和小他14岁的混血嫩模传出了新恋情。2011年，70后的周杰伦在法国与90后嫩模亲密搂肩，并为其过生日，照片曝光瞬间引爆媒体。这个嫩模就是生于1993年的昆凌。两人恋爱后，天王周杰伦少女心炸裂，变身小公举，时不时上演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的虐狗桥段。据说周杰伦还曾让昆凌担任他歌曲《你好吗》MV 中的女主角，后来因为担心恋情曝光，不惜把 MV 中昆凌的戏份全部删除重拍。昆凌为了保护恋情也非常低调，甚至主动减少工作应酬，甘做周杰伦背后的隐形人，深得周妈妈喜欢。事实上，很多大明星都有一个婆媳关系难搞的妈，因此昆凌跟周妈妈搞好关系，就相当于拿到了嫁入周家的门票。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35岁的最后一天，与21岁的昆凌在英国举办了一场公主和王子般的梦幻婚礼。嫁给周杰伦的昆凌安安心心做起了天王嫂，以6年3胎的速度生下2女1男。而去了昆凌的周杰伦也开始享受起了人生，几乎停止了音乐创作。但在另一边，私生活上周杰伦也出了一个大新闻。2018年，网上突然流传出一张微信截图，内容是上海某空姐怀了周杰伦的孩子，杰伦为让她安心养胎，在上海买下过亿的汤臣一品豪宅给对方。爆料还说，周杰伦最不真实的就是爱妻人设，他的粉丝怀上他的孩子，因为粉丝太爱他，所以亲自辟了谣言，不要米粉。而网友更扒出，这个女生在被传生下私生子后，都开始了环游世界模式，不需要工作了。查看一些照片，还有疑似怀孕的痕迹。不过粉丝也进行了辟谣，那位传闻都是聊天截图，没有实锤。而他和周杰伦的唯一一张合照是在粉丝见面会上拍的，并且女主很多照片和潘玮柏妻子的照片拍摄手法如出一辙，似乎出自同一个名媛培训班。不得不承认，这个瓜剪不断，理还乱。 周杰伦本人虽辟谣过空姐相关的事，但联想宁俊杰也一样一直辟谣，一直传。到底谁说的话才是真的呢？我们还是等一等各私企的爆料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记得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